无处可藏，不愧是高分段啊！怎么人每一把都能被逮到？人均大师王者的直播间不是开玩笑的啊！你要在青铜白银，真的很难认出我，这大师局把把都这样，这太高了。 说实话，这种不是一件好事啊，因为已经对局都不正常了，队友的也不好说。有人在互动，哦，所有人吗？我可能没看。对面告诉我队友是我。 速战速决吧！声音太大了吗 ？OK， 调小一点。 无脑推线就完事了，从法师拿我没办法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哦 ，nice。 傻瓜才会为人鱼而现身。没办法，克烈下马之后移速很慢的，基本上要么站，要么死。这句话怎么有点眼熟啊？烈娜塔是不是也是诺克萨斯？感觉他们这个都有联系的呀，这有关联的，都是一个理念，是吧？ 不愧是一个部队。无处可藏。 有虚弱，那没必要。就算我升六了也没用啊，升六了上去一套技能，他一个虚弱，我不就伤害不够了？速战速决吧，对吧？拜拜，开玩笑呢。 真的不够，这波饼干很关键哦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这个饼干直接让他回了5%的血，我的伤害打完了才被虚弱的，所以刚才差点把他秒了。如果没有这个饼干的话，他好像还真死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 往哪去了？那么稳？只有傻瓜才会。
会为荣誉而献身。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刀尖之上，我太早中单啊！啥呀？我都没点信号去帮上呀，哥！我要帮你的话，我会点信号的。妨碍我！没点信号，这波没去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状况？疯了呀，无处可藏。这不如果点了正在上路的话，那可能我们就有问题。我一个信号没点，哥。他们活不长。速战速决吧！傻瓜才会为荣。哦呦，连续杀人书，这刚买的吗？这个买完才凌晨呢，神装都没出，这直接杀人书了。这一手死了，很伤啊。游走于刀剑，半废了呀，他这个。不要妨碍我。焦毒，开局我们优势条件挺大的，现在的话少对面一个总人头，算是劣势，被打回去了。爽淘宝是吧？往后远程 QA 一个 W， 拿个闪，无处可藏，突然关回去，够了，打个双装，下一步再越他。大刀加速扭一下 QA， 他们活不长了。一段 W 压几身，翻墙接二段。Q 闪 A， 凯旋不死不慌，往前翻，思路要清晰。那我们直接究极反杀。极限了！哇，这波抖音不见的话，说实话就过分了。录了没，兄弟们？录了没？直接往各大集锦投，直接领 Q 币去。这也太极限了，2:30了，加班环节了，兄弟们，能打字的没睡着的拖波六，
这波确实值得一个六。这波首先是他双招啊，这个虚弱防了一手，第二是他中亚，这手中亚直接拉满，兄弟们，第三是他中亚之后我扛塔残血之后他一个大招一直在瞄准我们，一炮都没中，第四是我们翻墙回去一个 Q 闪拉刀凯旋极限不服，我操，这少一刻都少一个都那个啥，兄弟们，A 一下 W 一下 Q 一下拉个刀 A 一下点了几个人 W 死凯旋，哎呀可惜了，可恶啊，这三个人这是什么鬼啊，蒙蔽了，就差一点点，不是你们都知道遇到主播了对吧，你们还吵什么架呢，一点斧子吵起来，防御塔中层即将脱落，都知道在直播就没必要吵了，无处可藏，弘扬正能量啊，从你我做起，没回过是吧，走啊，别装逼兄弟，加油我们能行，玩的都挺好，我这波大刀拿头，哎，我不拿头的话我助攻都没，经济最大化了，享受滋味，看看泽拉斯又飘个虚弱，你猜这一趟王森应该会来，泽拉森应该来不及，王森来一个人杀不了我，重新拆掉了，翻墙控制抵消 A 一下 A 一下 W 一下拉开，摁拆OK， 十五分钟142刀，5-1-2，回家之后两件套。哦，他们的盾有点多，一盾、两盾、三盾。一会儿如果他们的 AD 也出个盾，那就拉满了。除了泽拉斯，四个人有盾，他们泽拉斯应该不出那个大天使。还有出大天使的话，起码一开始就得出眼泪啊！现在十五分钟了，现在出来不及。我想一下要不要出巨石之羊，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这版本难刀难玩吗，还行能接受，兄弟们你看我拿完不，这个难刀这个东西强度就是那样，它的优点不是在于强度，而是在于优势，扩大优势推线游走，劣势游走你也能玩，优劣势都能玩，这就是排位英雄，什么版本都一样，只要你是玩排位的，那么强度什么都不关键啊，玩的是机制，你像对面泽拉斯这种他要劣势很大他就玩不了了，那咱们劣势大的话我还可以游走的游回来，
has been slain. 他们活不长了。加药没喽？不要了是吧？行吧，我啊不要了，别这样。这化解龙先，先拿龙，先拿龙。把我吐出来。好能限制啊对面。玩骚的呀他们这群是。那上路刚才这二塔哎呀。守的话这边打不过，不守的话二塔没了，推得更大。这。好难抉择啊。走，飞一下一个 W， 第二段护卫一下，中压烂了，我操！听到火的键盘声就知道了吧，兄弟们？妈耶，这泽拉斯怎么来了？这2.84秒的控制是一瞬间的啊，前面我没被控过，要控就直接被控了2.84秒。但我这波是一个水银鞋加一个韧性，双韧性44%，控十秒钟我可以解掉2.84秒，啊，控掉控十一百秒我可以减掉44秒，也就是说刚才减了44%，还是控了2.84，没有这韧性我应该要被控5-6秒。回桑提，这就是回桑提啊，无处可藏，快走快走，那边赶紧走吧。好跑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吃，什么数学家？哎，不是说这个数学也不能这么算，兄弟们，关键是我死了，我死了最少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刚要没死的话可以控更久，所以我刚才猜测的5-6秒那个控制力应该是有。我身板太脆了，还没把我控死，我应该还能再被控一回。你真敢算，你满血又不是那个韧性，我满血就是这个韧性。你对这个符文不了解，坚定腹系是绿色的那个韧性才是看你血量，我们这个满血就是这个韧性啊。记错了，兄弟。这不乱，你的虚弱把你杀了，这就是真不能。喂，黑一下，又活了。这好像是推中路的，兄弟。
前一波了呀，那就。叮！五光。要不去大龙，不过我觉得打完这波对美可以点了，但我状态不好，我的话就不去了，因为我大人头点了，拿到这一把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强，恭喜各位观众啊，二连胜直接拿下。